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做练虾汤。首先，先将虾头扭一圈，把虾的身体拉直，直接拉出肠泥。接着呢，把身体的壳剥掉，背部朝上，接着直接做开背，把腹部的黑线也拿掉。然后将虾壳洗干净，挤一锅油，把洗干净的虾壳丢进去炒，炒到变红色，加水，腌过虾壳就好了。然后稍微让水滚一下，直接滤出虾汤。这样练虾汤就完成咯。